到达台北。好久不见。我是李秀记，我想你们了。你们是我了吗？好久不见。我是李秀记。我来台北很开心。我想你们了。你们是我了吗？这个是台北也한4년만인가요?我好像来台北可以四年是吗？二三四四四年四年四年근데다시오니까갑자기중국말을너무잘하고있어요不过呢就是再来台湾呢想说要说好一点中文지난한반년간꽤많은일들이저희있었습니다过去半年在我身边发生了很多事情그와중에도아시아투어를해야되겠다는생각을하고기존에했던팬미팅보다는다시한번제가수로서의정체성을찾기위해서여러분께꼭노래로인사를드리고싶었습니다我这过程当中就想说还是要办一下亚洲的巡回然后以前的话都是办粉丝见面会可是我想要寻找一下我的歌手的这个定位所以这一次呢是想要用演唱会的方式跟大家见面여러분도팬미팅도좋지만콘서트쪽이훨씬더나으시죠我想大家有点应该是对于这个见面会比较喜欢的演唱会吧네어쨌든기회가되면중국어노래를좀 OST 나이거나불러보고싶다는생각이들고있습니다所以在想说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唱一唱这个中文版的这个主题曲这些